全校只有20套。20套？那就是只有我们班才有喽。这我当然是打败许多竞争对手，很多班的这个其他导师都被我这个干掉了，所以才有这一种胜利的果实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点名一下好了。丫头，丫
哭什么啊？因为新同学啦，新同学啦，新同学啦，新同学来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很开心，很真心欢迎。男同学们，你们再也不用担心了，有我们在啊，一切搞定。转学来之前呢，值日生只有我们四个人轮流，太多了，你们六个，我们只要十天轮一次就行了耶！太重了呀！老师，哎，老雪，为什么值日生都是男生在轮？这样很不公平哎。对啊，老师，对啊，都是男生，那女生都不用做。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不止值日生，所有打扫工作呢？都是男生负责啊？什么？大声点！男生负责。老许，你先坐下来哦。听老师讲，这些规矩呢，都大家投票表决出来的。老师我呢，一向是最民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要关于班上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投票决定，好不好？对啊。那些规定都是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定的，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。对啊。对啊。不公平啦。既然有新的同学，就要有新的做法。没错。那你们说该怎么做呢？我要重新定规则。阿德老师，觉得呢？老师。牛总，私下解决啊。好。劝你们最好先退让，免得事情闹到校长。